光谜语神蝶。打得好，室友打架最好，这样就有了竞争，还能共同进步。不过现在嘛，你们也可以去跑步了。老师，您不是说我们俩有血性吗？可我没说过你们不用跑步啊。记住，你们跑100圈的结束时间和其他人一样。你拉我干什么？这老师简直是个疯子。你能说得过他吗？你能打得赢他吗？如果不能，而你又想留在史莱克学院的话，就只有按照他的话去做。而且我觉得周老师教学严格是为我们考虑，毕竟史莱克学院的考核都很严格。快跑吧，我相信他说跑不够。老大，同龄人中还没有能让我平等对待的。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加速，以我的位置为终点。一个时辰就要到了。我怎么会输给了他？不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什么孽，还不赶快运转魂力，让自己的身体变得轻点。光明与神蝶，大陆上最美丽的蝴蝶武魂。